声音啊？不是姐姐，我出生怎么了？我出生还出反天条了？这里是我家，为什么每次你来大姨妈都会使唤来使唤去把我啊？这次我要做回我自己。怎么着？看啥？不服不服你回你家。没素质之后精神状态稳定多了。你赶紧跟我回卧室。我就不。那你回去睡沙发。好啊，我新买的沙发睡得舒服的。那沙发多舒服呀。多舒服啊，这又大又宽敞的啊，又不挤，和你睡起急死了，每天晚上抢我被子，这多宽敞。我不管，反正你得跟我回屋睡。好了姐姐，你别废话了，你回去吧你。哎你说嘛，你那怎么样再跟我回屋睡吗？这是我的沙发，我想怎么睡怎么睡，想睡多久睡多久，你管不着。我跟你说你别太过分啊弟弟，我忍耐受限。请你闭嘴，转身离开。行。哼，哎，干嘛？等等，我走。哎，别动！不是你干嘛呀？睡觉。